是你抓到是讯息，你为我们带来了掌声欢迎。又是他，坐好了，我们去挖红土草房子。原来是运红谷的拖拉机来了，我可以少走一段路了。吃的东西在那儿呢。哦，那么多红土，今儿晚上可以吃个够了。
墙被妖怪吃掉了。啊！啊！嗯！大家快来呀！这是谁干的坏事？小猫，别哭了，小猫，别哭了。报告黑猫警长，昨天晚上几个妖怪把红土墙吃掉了。明白了。保护好现场，我们就来。嗯，破坏得这么厉害。昨天晚上有几个妖怪从我们窗前走过去，有那么大。哦，原来是他们三个干的。居民们，今晚你们放心睡吧，我们一定会捉住小偷的。跟我来。第一组，今晚你们埋伏在这儿。你们几个，在这儿。你们放心回去吧。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看，警长发信号了。让我定定神。全体注意了，使用气垫摩托。哎，他们怎么会游过来了？停下！哎，这不是河马的裤子吧？我不是河马。嗯？出来！我认错。河马被抓住了，快跑！Thank you.
在哪儿呢？在那儿，继续再探，就在这儿，用电棒。老实点，快到森林公安局去交代。我交代，不许动。嘿，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站住！你敢下来？来了！这儿呢。不许再偷吃红土。说你干嘛要偷吃红土？你再偷吃红土，我要采取行动了。我干嘛不能吃？我马上抓住他。你才过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们再敢过来，准备上，坚决抓住他。是。不会打死我们吧？现在开庭，带犯人。你为什么偷吃别人的红土？我需要铜的矿物质。那你呢？我需要盐的矿物质。那你们也不能偷吃我们的红土呀。我要吃现成饭，少花力气。你怎么知道那里有红土的？是一只耳让我偷的。大家请安静。现在宣布审判结果。根据森林法第八条，你们犯了不劳而获和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罪，现在判处大象、野猪搬运红土砖3天，河马态度较好，根据第九条罚他搬运红土30桶。
奇怪，大象不是死了吗？快，给大象打一针。是。居民们，大象做错了事还不认错，我只好给了他一枚麻醉弹，让他以后别这么狂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头怎么那么晕呢？报告警长，在玉米地发现一只耳的踪迹。出发。